几号开始提前的这样子比较好。那我们跟，因为他已经接受定位了，那接受定位了就先买票，然后十一点开始候补，那你们优先候补床位，没有床位的人优先候补座位，有没有道理？哎，号码就是等一下我们会做记号。我们现在不晓得，他正常来讲他全部全部是满是。抽的号码没补到床位的是要先去登记吗？没有，等一下我等一下会叫林。我们希望，我们不希望你们晚上这边守一个晚上，明天万一还是没有位的那怎么办？等一下我会跟他们沟通好，好不好？不急的，我们一定会想办法，因为今天是这个场只有接受订位，所以说来这边抽个牌，他们玩就好了。